迎继续回来金马五期星光大道的现场。星光红毯踏上的是国际旅美小提琴家陈瑞，从小就是音乐神童，纯熟并且蕴含丰沛情感的演奏技巧，不仅获得多项奖项的肯定，更在2009年在他20岁的时候夺得了有小提琴界支撑的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冠军奖的殊荣，是一个结合了古典以及现代科技媒体的新典范。欢迎陈瑞，你好。陈瑞，今晚有表演，请问你为了今晚表演准备了多少时间啊？我今天晚上的表演是一个新天堂乐园的很特别的一首，就是因为这次今年疫情像这样子，大家都很想念就是去音乐厅或是去这种电影院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就是特别为了大家观众来，这是准备了这一首，也是准备了一阵子哦。对，而且是我们的开场表演，请大家敬请期待陈瑞精彩的演出，谢谢你，谢谢。电影总是在我们最艰困的时候，承载了真实，寄托着梦想。你今年进电影院了吗？